福天空到台北来讲三，谢谢你们，谢谢大家的掌声。那个我们又见面了，谢谢你的红包，刚小的红包哈。那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这里跟你大家见面，感谢我们俊荣大哥的安排，那能够给我一个这么好的机会来在这里站在台上为您呈现几首轻歌妙曲，希望大家都会喜欢。那也祝我们的乐器发烧人士大家都阖家平安，事事都顺利，感谢您。那接下来呢，为您呈现下一首歌曲，一首闽南语曲子，我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不会陌生，送这首张雅文的《秋处的人》，献给大家，希望你喜欢。真就知道说这位表演者这位唱者的这个歌艺到哪里去，真的现在在我们新加坡歌台啊，很多庙宇就是神坛神庙，包括呢一些官府所谓的居委会联络所啊，一些的公司的宴会，听过他唱歌都认为这个歌手真的是属于一级的，来个掌声好不好？谢谢谢谢你谢谢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大家给我的肯定，谢谢大家的。我还是今晚第一次听你唱福建歌的。啊，真的？是啊。好，真的，我还可以吗？主持节目呢，因为新年呢一直看他来唱新年歌曲啊，就啊唱华语啊，还有英文歌曲啊，真的很好啊。因为你
的场总是需要英文歌曲，是的，是的，所以我就没有接唱。对对对对，哇，想不到人又长得漂亮，歌又唱得好，我要飞起来。你人也水哈，歌也好，加起来都无计朱丽丽君主呀，这样子。水也水，没有意见啊。歌好啊，对啊。不要嘞，真的是。你再讲别人。对啊，你要比他年轻啊，要比啊目前在舞台上，每个人都说朱丽丽的歌很好吧？对。对不对？对，还有吗？还有别人吗？所以很多人公认说，我朱丽丽光景教或民族姐妹，他是你胸口永远的痛，是吧？对啊，我这个今后今后，他变得自从你的出现之后，真的哇，你真的比他好多嘞。假戏的话，我们没有乱。不要拍了，等下给朱丽丽姐姐看。我没有乱讲话的嘞。你把门关酷不？你喷，你走这么远干嘛？不是啊，误会啊。什么误会？误会不话的，我呆机啦。我呆机。实话实说呗。你们是过去的，对不对？什么过去？啊！你愈讲愈大声嘞，越讲越生气这样子的感觉。没有了，哪里？没有哈。要有没事啊。不啊，安哥，你 keep 什么？麦考麦考。来来来。啊，真的哈，所以歌好，对不对？你看今晚我们做的朋友啊，虽然有些提早走，提早走不是因为歌台不好，因为他们怕等一下等不到巴士，住在很远啊。坐在这边的朋友真的听着后面这两个歌手，真的是在舞台上一句棒的歌手，真的真的。我们听完歌我们才回，好不好？放心哈，你能看国台明天啊，明天国台做好了啊，好给历史创了哈，国台当真的听。搭下手，高伊来贴贴者哈。是啦。等一下，讲看你徛倒落，我有四顶巴士来载你往倒。四顶，东南西北，你徛东边，东边哈，哎，东边的哎巴士啊，南有南的哈，西有西的，就猪肉一只 ，OK， 东边的一只，红山一只，后港土一只，所以免惊啊，所以你等一下免行出外口，你哦高伊贴好了，高台刷了，你离手搭。因为巴士应该是差不多，等伊人收车来，应该是一点几会到啦。